嗯，孙主任那个。赵勋哥，我们试着交往看看，好不好？我知道对你来说，现在这个决定也许不是很容易，但是这一次你真的要为自己想清楚。行，你绝对不能跟黄玉婷那个渣男再有任何牵扯了。你确定吗？那我问你，你该不会怀孕了吧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华视频道，因为你如此耀眼。